姐，我这次回来感觉爸妈感情好多了。那是，你都不知道爸这两年可努力了。他现在啊，只要有空就去妈的酒楼里来一盅，从早喝到晚。他还跟我说他要学黄爷爷，他现在隔三差五就给妈送花。哇塞，爸也太浪漫了吧！难怪这次回来感觉。 他们感情好多了，也许时间真的能够治愈一切吧。嗯，姐，你还想他吗？我听他们说，小静哥这些年一点消息都没有。姐，7年了。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好了好了，你明天什么安排呀？明天孙子叫我跟他出去玩。哦，他一直对你有意思，那你对他呢？就是朋友。只是朋友？嗯。跟他在一起吧，是挺开心的，但是那种感觉是友情不是爱情。 有时候他还是太小孩了，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跟人说清楚啊。那我该怎么跟他说呢？我说我对你感情不是爱情，只是友情。我又怕伤害到他，那就不直接说，暗示吧。暗示。 我们家马达达长大了，知道顾虑别人感受。再怎么大也没有你大。马达达，找死是不是？哎，我说年纪，你年纪就是比我大呀。嗯。哎，姐不对啊，别光说我呀。你的好朋友呢？易东东啊。 叶东东，挺好的，挺好就有可能。不理我，不理我，不理我就是默认啦！哎呦，默认你个大头鬼啊！马达达，祝你明天玩的开心啊！我要跟你睡。哎呀，你别这大热天的，你别跟我急，你回去床上睡。我就跟你睡，我就跟你睡。 听说这家酒店是那个什么明星他们家开的，叫什么马达达？哎，对，没错，就是他。他的名字啊是有点怪，但是他戏啊拍的还是挺好的。我记得呀，几年前就有看他拍的那个叫《侠影公主》，嗯，就觉得他能火，只是没想到啊，他居然能从咱们的麻阳街给红到香港那边去了，是吧？哎，我昨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他了呢，还看到他们一家人呢。哎，对，我也看到了，还有他家的那个老大。 叫马小小小孩儿，哎，没想到居然比那个马达达长得还好看呢。嗯，我知道。其实啊，很久前我就听过马小小这个名字，然后一问，他在咱们麻阳街还挺有名的，从小就能考第一，哦，还差点去那个北大那边上学去呢。是吗？ 真的可以吗？放心吧，你亲妈都认不出来。真的认不出来？哎，放心吧，你都装扮成这样了，谁能认出你来啊？我都认不出你来。别损。哎，上班啊。
孙孙，三马怀是吧？是不是认不出来嘛？快走走走。行了，你打扮成这样没认识你，走排队走。哎，不行，我今天必须让你把骨头给玩散架。走了，没事儿。怎么样？今天够有意思吗？我都不记得上次这么疯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高二那年，会考之后，那时候我们去郊游，你非得跟着我们去。什么？我非要跟你去？明明是你非要跟着我去。绝对是你要跟着我去。是你。是你。你。好，我。我，来坐。好热呀、啊！好热呀、啊！我都热出汗了。你摘了墨镜没事吗？你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躲，躲一辈子吧？能玩这么久，我已经很知足了。明天我就要回香港了。这几天在家，你知道我感悟最深的是什么吗？白米饭实在是太香了，特别是一碗热热白米饭，我得开始减肥了。今天真的很开心，谢谢你，孙大侠。不久后，马达达又回到香港拍戏了。孙隼的初恋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点。但说实话，孙隼也比我强多了。我的初恋练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啊？回来了，东东。来，又去陪孙总喝酒了？心情不太好，陪他喝点。今天下午信访办的小李来家里了，说你停薪留职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单位前天和我说了，我订了明天的票，一大早就走。明天就走，这么着急，那我还没来得及给你准备东西呢。不用了，妈，您隔三差五就往我爸那儿跑，不东西都在那儿了吗？我爸那边也着急，
我就赶紧过去了。儿子，都想好了。我知道你希望我留在法办，但我不是还年轻吗？还是应该出去闯一闯。你都想好了，妈就支持你。东东，跟妈说，这回下定决心去深圳发展，是不是和小小有关系？哎呦，我的儿子，小小啊是个好孩子，妈也很喜欢他。可是，有时候这个缘分未到啊，那也不能强求。你去深圳和爸爸一起去好好闯闯，咱们换个环境啊。嗯，知道啦，放心吧。小小，走了，去深圳。你去看艺术啊？帮他工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跟你告个别。那，你信访局的工作？停薪留职。那我就祝你一路平安，一切顺利。照顾好自己啊！干眼泪。我觉得我也该改变点什么了。你想怎么改变？转眼间，我在深圳也做得有些起色了。广州发展迅速，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
而一直伴随我们成长的麻营街，也很快迎来了自己的改变。好的好的，基本资料我已经了解了，等我们整理一下我给你回电话。再见。恭喜你啊小姚姐，等资料审核完你就是我们律所最年轻的二级律师了，真是太厉害了。那我还得感谢你啊，你帮我整理的资料很仔细，都是我应该做的。哎，我的那支钢笔呢？钢笔就是我用的最久的那支。哦，上次律所大扫除，看他们给你弄丢了，就给你收起来了。这样，小姐，这支钢笔是谁送的呀？一个朋友送的。那一定是个很特别的朋友吧？因为我看你签一些有重要意义的文件的时候，都会用它。让我们回到广州新闻，本月13号。广州市政府与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速度也太快了，这些成绩10年前我们哪敢想。西三桥的建设，好啦，透过广州北环高速公路以及开发集贤庄新世界花园，政府将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改造，麻园街1号到40号也在此次的旧城改造范围。内贸部在深圳现场召开经验交流会。妈妈，小朋友，你找谁呀？妈妈，妈妈去哪里了？小朋友，你妈妈呢？妈妈走丢了，妈妈叫什么名字啊？妈妈，太好了，你怎么那么好呢？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正好，小小。吓死我了！本来想悄悄回来给你个惊喜的，结果刚在门口登记，一低头就发现爱好跑不见了。你这当妈的心可真大哦！这个小号的好好比你机灵多了，直接溜到我这儿来了。前两年都是我妈在带孩子，现在我一个人带，还挺不习惯的。哎，郑梅阿姨走了。李叔还好吗？身体倒还是都挺好的，就是外婆跟妈都走了之后，就更不爱说话了。我爸也不知道跟他聊点什么。也是。小朋友，我是谁呀？小小阿姨。好可爱哦！我终于见到他本人了。嗯。哎，对了，小宝呢？啊，他先回去了。我送完李叔回老房子之后，就想前来见见你。你们这是要全部把家都搬回来啊？你知道吗？麻阳街要拆了。我也是刚刚看新闻才知道的。头几天加班晚，我爸妈睡得早，也没人告诉我。我们这次回来也就是签拆迁合同的。哎，我听小宝说，东东也从深圳赶回来了，就在拆迁办负责麻阳街的项目呢。他回来了，奶奶，我要走了。我回老家了。哟。我不能找他来看你了。小建哥，我也等不了小建哥回来了。奶奶，我吃不上你云子了。哎，
7年了。小贤哥到底在哪儿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呢是负责麻阳街拆迁工作的徐主任、易主任，大家欢迎。来，两位请坐。我们欧总呢在外面接个电话，马上就到，两位请稍候一下。这次信访局把你紧急调配到拆迁办，协助麻阳街这个项目，这两天刚通知，就叫你过来开会，辛苦了。有爱的。好，先这样吧。欧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负责拆迁工作的徐主任。徐主任你好。你好。这位呢是哦，是吧？易主任。这个专门给你包的啊。妈，你得再多加点姜。哎呦，儿子，你别吓我呀！哎，你说你去上海之前，你在这儿，你什么活也不会干，你连个煮鸡蛋都不会，怎么这一回来你切的比你妈还好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在上海是不是整天伺候别人？是不是？你说，妈，我没有伺候别人，我就是伺候好好。什么？哎呦，你说说你在这儿的时候，你妈我是把你当佛一样供着，这你倒好，你到了上海，你把你老婆当佛一样供着，哎呦，气死我了，气死！哎，妈妈，我还没说完，我说的好好不是老婆曾好，我说的好好是你的孙女梁爱好。真的？啊，那当然，妈，我跟你说，我在上海什么活都不干，就像你现在一样啊，叉着个腰。曾好都是抢着干活，从来不让我上手。哎呦，儿子，那这也不行，这家务活也不能全让那个曾好干啊，毕竟他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的。不是，这话说回来啊，那这让女人干点活也正常，是不是？你妈也整天干活，对吧？我说妈，你这把我都说傻了，那你到底是让我干活还是不干活呢？哎呦，是你把你妈给说傻了。哎，对了，儿子，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爸跟我已经商量过了啊，等那个拆迁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准备买个特别大的房子，到时候啊，我们一家五口就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哎，儿子，你放心，你什么活你都不用干，你妈我伺候你们一家三口。嗯，哎妈，一家人，你说什么伺候不伺候的？哎呦，这汤都煮好了，我得加点盐。哥，嗯，菜好啦。好。菜来了。
哎呦，够够够！难得你从深圳回来，正好啊，妹妹明天要去北京准备研究考试了。妈，我那是研究生考试。哎呀，行了，我不懂，反正不就是要继续研究书本什么吗？来，最爱吃的臭鳜鱼，你们尝尝，快趁热吃。嚯，嗯，你这鱼够辣的。妈，真的太辣太辣！你说你们俩一个在深圳，一个去北京，把我们家吃辣的光荣传统全都搞丢了。嗯，明天啊，您去深圳，给我爸做一条这么辣的鱼，看他有没有搞丢。嗯。东东啊，哎妈，是干嘛？你有事直说，不敢吃。东东，妈今天就想听你一句实话。你什么时候打算开始交女朋友啊？我也在就是。天下没有仙女下凡，眼光啊不要太高了。两个人结婚了以后，可以朝着事业发展，感情就慢慢培养嘛。妈，爱情是婚姻的支柱。您想想看，咱家原来那么的苦，您跟我爸还能那么的好，不都是你们爱情撑的吗？是不是？嗯。要不是早早的有了你们三个，那可不一定了。哎，妈，你等着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妈妈妈，多吃点。你说说。我们家有你这么一尊大龄未婚男青年往家里这么一摆，人全麻阳街的人都在笑话我。人都说了，这么大了还不结婚，人家都以为你有问题。嗯，我看着像是有问题的吗？妈，这我就得说您了。上学的时候啊，您不让我早恋，这毕业了就让我结婚。你这孩子，你不会变通啊？你看看人家梁小宝，人也没早恋呢，但人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人知道人喜欢人就盯着。妈，你看这是什么？哎呀，你别在这儿帮你哥哥打马虎眼啊！我今天就一定要揪着你哥哥，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找对象这个事儿，给我有个严肃的表态。妈，这东西是从我哥房间里拿出来的。林欣欣，你拿我东西这件事已经多少年了，你还是没改。我帮别人买的。妈，你听见了吧？这给别人买的，我哥人家早有准备，你瞎着急什么呀？这什么呀？就是达达姐之前拍广告那牌子，现在女孩子都可追捧这个了，都想皮肤呢变得白白嫩嫩。哥，行啊，你这挑礼物的眼光行啊，快给我们老师交代一下，我那未来大嫂。东东，你妹妹说的是真的，你真有喜欢的女孩子了？没有。那，哥，你这心里不会还念着小小姐呢？哎呦，东东，你心里还没放弃小小啊？哎呦，东东啊，我儿子，你就别再喜欢小小了啊！妈给你找一个，不，给你找一堆好看的。从明天开始，你就一个一个的去相亲。哎呦，妈，我求求您了，别再让我相亲了好吗？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我求求您，别再让我相亲了。哎呦，我的儿子，你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呀？哥，我不说了，我出去走走。你去哪儿啊你？我就不行了我。妈，咱吃，来。这话怎么就说不通呢？就，
小宝啊，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没有吧？你什么话说错了？我刚才不是说那汤太咸了，不适合盖碗喝吗？还好啦，我妈就喜欢夸张，你别想太多了。可是我刚才看到你妈的脸一下就垮下来了，后来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了。没事的，好好。你想啊，我妈那么爱我，我那么爱你，那我妈她一定会很爱你的嘛。可是我总觉得你妈好像对我有很大意见。哎，曾好，你把爱好的那个小棉袄放哪儿了呀？哦，在那个卧室里。哦。哎，也不知道李叔一个人在家吃什么，叫他过来跟咱一块儿吃饭，怎么说都不肯。放心吧，李叔他厨艺那么好。自己随便做两个菜都能吃得很好啊。嗯，那倒也是。哎，当年啊，李叔就是靠厨艺征服了我外婆，我外婆才把我妈嫁给他。小宝，这次房子拆迁的钱，我准备把我的那份也给李叔。好啊，要是李叔愿意的话，可以叫他来大房子和我们一起住。跟我们住一起，他肯定别扭。我是想在我们小区附近吧，给他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这样我还能经常带着爱好去看看他。嗯，都计划好了。嗯，虽然我跟李叔也谈不上父女情深，但毕竟是一种缘分。况且他以前挺照顾我外婆和妈妈的，所以我也不能不管他养老。你会支持我吧？当然支持。好好，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的。请，欧总，孙先生到了。孙总，小健哥，真的是你啊？嗯。他们之前跟我说欧总，欧总，我还在觉得奇怪呢。我想这么多年没见了，应该不太可能。没想到真的是你啊！坐。哎，你这儿真的挺不错的。这些年怎么样？啊，我就那样吧，过得不太好。特别是去年，我爸下岗了，我妈也辞职了，一家人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着。工作压力很大，还每天要受龙哥的气。谢谢小健哥。龙哥，就是我们电视台的老大，我现在跟着他干摄影助理嘛。但是什么焦点啊、构图什么的，他都不教我，就天天让我搬脚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当上摄影师。小健哥，小健哥，哎。你还记得以前你脚断了来找我混社会吗？你知道怎么混社会吗？我不知道。我去你的！哎，有本事冲我来，别为难我兄弟！冲你来就冲你来！怎么了？单挑啊！单挑啊！我告诉你，谁也不许动！今天我弄死你！好啊，弄死你！苏大新医院，走走！啊啊！我记得我瘸着腿被吓得跑得飞快，那都是骗你的。不对啊，我看见那把刀子捅进大胖哥肚子里了。那你后来看他有没有事啊？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社会不好混，那个时候我想让你好好读书。混社会是不容易。孙孙，那个时候你还小，但现在你已经是个男人了，你父母年纪也大了，照顾好他们，
别让自己后悔了。那小监管，你这次回来忙什么呀？我们公司是麻阳街拆迁项目的开发商。哦，我听说了，旧城改造计划是吧？所以，我一定会为你争取高额的补偿金，这样你也能缓解家里的经济问题嘛。谢谢小建哥，但你得帮我个忙。旧城改造现在是大趋势，响应国家号召准没错。而且啊，这些老房子它迟早都是要处理的，我们公司的补偿金比市场价要高一倍。高一倍，高一倍，哎，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拆迁补偿金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儿。告诉你们个秘密吧，我们家都已经拿到拆迁补偿金了，而且这家的拆迁补偿金啊高出一倍呢，一分不差全拿到了。嗨，你不信就算了，我陈瑞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呀？真是，我做事多仔细啊，我早去其他城去调查了，拆迁补偿这家最高，是不是？没错没错，我们家丽丽说的没错啊，这事儿不能开玩笑了，这么大的事儿。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孙隼通过他这个电视台的渠道认识了双城国际的一个高管，这事千真万确。哎呦，这反正都在合同里写着，白纸黑字，早签早拿钱。你们看看看看看看，老董，你们看看。哎，老梁，别看报了，赶紧的跟我签约去了啊，快点。哎，签约着什么急啊？比起那边那个新房子呀，哎，我倒是更喜欢这个老宅子。现在跟我说这些，以前你可不这么想啊，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你说这个干什么呀？这是我发迹的地方。哎，你闻，到处都有人民币的味儿。哟，别说到钱了啊！哎，丽丽跟我说了，他们已经签约完了。你知道那个开发商啊给的那个补偿金啊，比别的街区啊要多出这一倍来呢。多一倍？嗯。哎呦，那可是不少啊！要不咱们也签了吧？这不就是要去签吗？快点儿！行，我换件衣服，快快快！你说我是穿这个的确凉的衬衫，我还是穿这个牛仔？你就穿一个西装外套就行了。快快快！哎，曾好，找什么呀？啊？感冒药，爱好一起来就流鼻涕了。啊？哎呦！哎呦，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怎么回事啊？你把我给爱好穿那个贴身小棉袄给脱了呀？啊！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见爱好背上都热出疹子了，就想着脱了给他凉快凉快。哎呦，我跟你说，这跟上海是不一样的，这广东的晚上也是很冷的。你说你个小孩子，你不懂事啊，晚上就会踢被子呀！啊，你把我给他穿那个小棉袄给脱了，到时候他一踢被子，那不就着凉了吗？这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这个妈的，真是！妈，我是爱好妈妈，我难道会故意害她着凉不成？哎，你这说什么意思啊？哎，你们来的正好啊！哎，你说说这个孩子，一会儿嫌我的这个什么汤包咸了，现在又嫌我妈给那个爱好穿那个小棉袄给脱了啊！你是不是嫌我呀你啊？我没那个意思，你能不能别这么想我？就是什么没那个意思？好，正好你们俩都在啊。那个小宝啊，为了你去上海，你别拉，我得说出来，我这心里我就痛快了啊。你听，那个小宝为了你去上海等了那么多年啊，都不管我们俩的死活了，是不是啊？好，你们好不容易回来了啊。这小宝前几天一进厨房，我这一看啊，哎呦，那个萝卜丝啊，切得比我的还细呀！哎，你说我这当妈的，我是看在眼里，我疼在心里呀！你跟我说实话，那小宝在上海是不是整天伺候你啊？你说，那在上海的家务活也都是我跟小宝一起做的。哎呦，你行了吧你？你真有我眼瞎是不是啊？哎，小宝。从小到大
爸爸对你怎么样啊？挺好的。那为什么你媳妇儿这么惹我媳妇儿生气啊？我也没什么经验啊。爸，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啊？所有美好。